高雄民众日前在外送平台，他点了一份培根吐司，送来的时候发现里面半条培根，其他什么配料都没有，这样外送价35元，他气到po上网络，要大家评评理。网友留言说，这份看起来好孤单，培根难道是买吐司的小赠品吗？实际回到这店家，店内价虽然只要25元，但跟其他间早餐店比一比，内容物还真的是有差。掀开这份吐司，里头除了半条培根，其他什么都没了，连点生菜、番茄、小黄瓜的影子都瞧不见，让买到这份餐点的消费者好生气。打开来就都烤焦，然后就一片培根而已，就蛮累的。物价上涨幅度是不是已经超越他的认知？高雄这位先生也好奇，把培根吐司的模样 po 上网，要大家评评理。网友纷纷回应：“你的三明治怎么看起来这么孤单？老板太扯了吧！其实培根应该是买吐司的赠品吧？”还有人直言，这已经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了。比如说有点生菜，或者说里面会有一点，比如说装饰啊、美乃滋之类的，应该不是这么的单薄。我觉得这个让消费者看到心里应该不是很舒服。实际早上被指名的这间店，老板说店里卖25块，这位消费者是用外送平台，所以多了10块钱，变35元。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强迫你们，我因为我的价钱也是都是公开化，然后就是po在那里。你如果可以接受，你就叫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么空虚的培根吐司，店内价卖25元，看看其他早餐店的用料，底部铺满小黄瓜，两条煎好的培根放上去，这样卖多少呢？那个吐司卖多少？30，就培根一条，一整条完整的，它会切对半。会放蔬菜，配料丰富超多，也只贵了5块钱。到底是物价波动太大，颠覆你我认知的早餐价格，还是单纯这间店卖的就是与众不同，才让消费者吃了一肚子气跟空虚？记者吕中仁、黄一富高雄报道。